院里道场成立两周年祈安消灾法会，敬备香、花、果、钻、红圆、金银财帛，熟桌供养。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主持演进，发表引魂。公社联袂招请917位天子帝王、15615姓氏先祖圣灵、三界万灵等来区法会坛城受纳供养，并恭送维新圣教安心真经、佛说阿弥陀经等经典供养诸法界。9月5日上午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、鬼谷先师天德经供养，并由师兄师姐摆设普桌、莲花等。下午进行甘露施食、咽口普施。本次周年法会诵经祈福，由诵经法师带领院里道场梵拜班学员首次共同诵经祈福，法仪庄严圆满。维新记者报道。